九池大悲咒啊，还是大明咒都可以练气啊。哦。哦，那如果会大明咒的话，你唱歌就会唱。大明咒。哦，玛尼观音控。对。那是六个音啊。哦。哦。六个音，它有六个共鸣点。嗯。那唱歌主要就是你会要懂得共鸣在哪里，把它推到那个共鸣点上。嗯。你好，嗡嗡，它有那个转音，嗡，有没有？那就转上去。从这里发音嘛，每一个音都从在发音嘛，啊。那在口里面要扁，那你这个地方要开，喉结要开。嗡，嗡，嗡，它叫了一个共鸣的那种味道出来，好，那。歌的每一个音和字的发音嘛，只要跟这个相同的都是这样的发音，相同嘛，啊，妈，它叫喉音嘛，啊，因为它有妈有一个啊，所以是在胸腔共鸣。哦，妈，啊，对，在胸腔共鸣。嗡嘛呢，哦，它在转，那呢就是鼻音，鼻音共鸣，啊，只要是有这个呢的这个音，都是鼻音共鸣，然后怎样把它推到鼻腔共鸣？那比如说台语的狼。狼，它是呢嘛，啊，它尾音就是呢嘛，狼，狼，狼，哦，那转到鼻腔中，啊，所以六字大明咒如果懂得这个哈，那唱歌就简单了。那每一个字你就依照这个发音。口型，那口型有四个口型，一个叫张口，一个叫闭口，一个叫吐，一个叫纳，啊，就这个四个口型。那一般是 Om Mani Padme Hum 还是 Padme Hum？ 有 Padme Padme。对，现在你看它的音啊 ，Om Mani 啊。咪，如果咪的话，就是同音，两个音，同音，对。然后 ，Om Mani Padme Hum， 啊，这样子哈。他如果看他的字啊，你看一个口，一个咪啊，跟一个羊，咩，啊，因为这个是在大，在换。换音嘛，印度的音，然后经过这个西藏那边，他们都是那个养那个羊啊，养牛啦，那个，所以那个音就是他在叫的声音，咩，哦，啊，嗡，嗡嗡，哎，牛在叫的那个声音，很沉的，对对对，嗡，啊，嗡。啊，嗡，嗡，嗡，它花了以后跑到鼻音，然后推到喉腔。哦，所以嗡本身喉是震动的。嗡，嗡，对，在那里震动。哦，鼻子也会了哈。对对对。那这个气到这里震动，那你的头就轻了。
头脑就清明了。那常常练喽。对对，就是时常练，用大明咒。那舌头要剪上去吗？没有没有，发音舌头在发音。不用剪上去，顶上面。没有没有。没有啊，因为发音都是舌头在发音。啊、对，舌头在弹嘛。嗯、对。舌头都没动哎、欸。那那你怎么怎么发音的？有动吗？我不晓得。没，嗯，一定有动啊。哦。嗯。对对。啊、哦，要不然舌头割掉会不会讲话？那就发不出那个音了。啊、哦，音就是震动。对。所以时常练。那。可以分一口气，一口气练练一次的，哦，那就是拉长，嗯，哦，啊、哦，要六个字嘛，一口气，嗯，啊，嗯，嗡嘛呢呗咪吽，哦，吽，啊，要这么大声吗？对对对对，吽，啊，它是一口气练。练六零座的方法、哦、那快跟慢差别有差别？如果分层的时候就用快的，因为你在分层嘛，所以就用快的，然后你就会清醒。清醒。如果清醒了，你用慢的。慢的哦。慢的，但静容易静，但是静的时候容易分层。所以要在慢的时候，你又不分神，那一定要练气，因为人的身体都是气，对，啊，气虚的就身体不好，那你身体的障碍就多，那烦恼就会多。那就六字大明咒是练气的一个方法，还是？那如果讲练气。就变成练气了，其实它是心。OK， 就是心了。它是心啊，大明咒啊。大明咒啊，心地光明。哎，心地光明，大放光明嘛。只是我意思说，多念这个也可以帮我们气气场。对对对对对。还是什么都不要想吗？嗯，你跟六字要相应嘛、啊。有嗡的时候，你的心就是嗡。嗡那个字上。对对。Okay. 六字就是你六字每一个音，你的心就跟它在一起。要想到那个字吗？如果你用想字的也可以，那是开始。啊、嗯。你听声音也是字嘛。啊、嗯。声音跟字是一样的、嗯。那你用你的耳朵听声音。嗯听自己念出来的声音。对对，那心跟耳朵跟你的声音三个合在一起。嗯，哦，对。这个在佛法叫一合相。心、耳朵、声音。所以念佛持咒也是要有法门的，有方法，有方法，不然你一直念一直念哈。没有啊，你嘴巴念，然后意都跑到外面去了、啊，然后眼神都在飘。对啊，那不相应啊，不相应。我都这样子啊。对啊，不相应。练练的，那就一直想。对啊，对。所以一定要要相应，就是你的心。发出来这个音，嗯、你耳朵都听得很清楚，就一定要出声啊！你没有声音也是声音啊，没有声音听不到啊。没有，你感觉啊，有声音跟没有声音都叫声音。心里面在练，没有声音出来，听不到哦。有，听得到。有啦，听得。啊 ，OK， 这是一个，只是听到一个声音，没有出来的声音。啊、对对对啊！就是有我们心里还有那个声音嘛。对，只是那个声音我没有发出来而已，可是还是有。你用嘴巴练出声音，跟没有练出声音，你的心里面都是那个音。想念还是那个音。对对，所以那个没有音也是音，一定你的心里面有那个音。只是没有发出来而已。对了。
那这样师傅，老师是不是用慢的方式会刚开始，对不对？刚开始就是一定要慢，然后慢，习惯以后，对，习惯三合一以后再快，对你快，它也是一样相应，对。